工聯會75年嚟咧，係高舉愛國愛港呢支嘅旗幟，啊，堅守初心，團結群眾，切實維權，勇擔使命，敢於鬥爭。今年咧，我哋推出咗一系列嘅會慶活動，整理咗我哋嘅工聯嘅歷史，砥礪奮進工聯會75周年歷史圖文集。推出呢個虛擬博物館咧，大家只要咧通過嗰個 QR code， 利用手機啦、平板啦啊呢啲嘅移動嘅設備咧去瀏覽嘅。工聯會一直咧係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同埋人才嘅培養，同其他屬會亦都一直咧係重視呢個培育青年人才。唔少嘅青年喺屬會當中咧係擔任重要嘅職位，成為工運嘅接班人。亦都邀請咧打工仔啦，繼續咧支持工聯會，同工聯會咧一齊奮進新工運，建功新時代，推動香港由治及興，以至到咧我哋要貢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咁我絕對咧就係我哋工聯啦，培養青年，俾機會青年嘅一個受惠者、成全者同埋建設者。會長，我係工三代嘅。我爺爺都是工聯會的，令到我都入了工聯會，開展了我的從政之路。我自己覺得選舉和我們工聯的工作都是密不可分，去聆聽群眾的聲音，從而將我們群眾的民生向我們議會反映，令到大家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最得著最多的就是往往是我們工會前輩所教導的一點一滴，怎樣去建立工會在勞資雙方之下成為一個好的溝通渠道，怎樣令到員工將真正的聲音可以反映到被僱主知道，學識了怎樣去聯繫群眾，是透過我們工會一些的活動、一些前輩的教導，一點一累積我們慢慢學回來。高興就是看到我們的工聯裡面有這麼多的青年朋友，我亦都相信在座每一位的青年朋友都是秉承著我們工聯一直以來的宗旨。我希望用一种很亲切方式和我身边的朋友家人去说好我们的工联故事，讲好我们的工联历史，去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在地区服务方面，我希望尽心尽力地服务市民，服务街坊，服务我们的劳工，宣传，顺便可以宣传我们工联会的价值观，工联会的历史给他们听，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我觉得工联这75周年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堅持愛國愛港的這個理念，那我們作為一個新時代青年，那我們應該都要貫徹這個精神，那構建一個更加美好的香港。那我們年輕一輩都需要盡心盡力服務好每一位會員，給一些心機做好自己份內的事，然後再為工會更加好的發展。對社會對國家這麼有建設性的事物，那一個俾佢哋知道我哋過往做嘅嘢咧，而影響到佢哋對工聯同埋對國家嘅認識，咁啊向前邁進，再創輝煌。砥礪奮進，薪火相傳。